男人悄默把寄生虫传染给女人，可女人对此却毫无所觉。晚上又去了酒吧狂欢，看着充满生命力的壮汉，女人主动去邀请他跳舞。很快两人就确定了夫妻关系，准备一起去卫生间方便。大强子看到这刺眼的一幕后，不甘心地追了上去，却在门口停住了脚步。可不出三秒，壮汉就冲了出来。大强子见此赶紧进门，却看到女人呆呆站在原地，不管大强子怎么喊他，女人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大强子好奇地走了过去，谁知女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鼻，被喷了一头番茄酱的大强子迅速跑出了厕所隔间，在足足跑了一天一夜后，终于在晚上来到了女友家。